妈妈，你给我点钱，我想去学校小卖部光顾一下。我就带了15块钱，行不行？不行。那我就不同意了。哎呀，你就让我去买呗，我回去做办张证子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拉钩。好。你要买啥呀？陀螺。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在玩这个。这个笔之前我在我学校看过，然后还挺好用的，我买几支。这边还有这个火箭抽的，给抽钱。妈妈，钱不够，你去给人家付5块吧。你买了20块钱的，超级多耶！为了这一点东西，主动要写半张卷子。走吧，回家看看他这都买了啥。够。我最期待的就是两个这个大长腿儿。怎么了？跳舞吃了吧？这真的好吃还是难吃？看你这表情。果酱。光这后面密密麻麻的这添加剂都不得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个别吃了，这都是科技，拿过来。第二个是我心心念念的陀螺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艾米买的1块钱3个，还可以，这个不贵，但是这个位置有点尖，要小心一点，免得扎到啊。这个甜甜圈可谓是重量级人物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但真的好便宜，1块钱。它这个是巧克力味的，脆脆的。给你们看看后面这配料，这么多，别吃了，明天再吃。看下一个，这个老酸奶老朋友了，超级好吃，可是会辣身子哟。哇，辣好长啊！给我也吃点。嗯，好吃。明天放学给我买几个啊。行，给我钱啊。嗯，我们就吃这个很火的干吃奶味棒吧。倒出来就是这样白花花的。拿铁招来了。这个你不能吃。嗯，挺好吃啊。这个就跟奶粉差不多的，甜甜的，1块钱，里面有8根这样的。那这个颜色我都一看就知道是葡萄味的了，好久都没吃过了啊。还可以拉丝呢，能拉一点啊。太硬了。嗯，给你吃口。这什么麦芽糖，还没到嘴里都开始粘牙了。行了，这根本就不是麦芽糖的味道，糖精的味道。啊、给拿铁吃吧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行。他不能吃糖吗？不能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拿过来扔了扔了扔了。这个又能吃又能玩，100%回味。好甜啊！真的假的？包装上面写的爆酸，他说是甜的，这家伙肯定是坑我的。尝一下，啊，酸感比吃柠檬还酸。最近我一直都在吃这个辣条，他们家这只辣条珍珠很好吃，来来一点。嗯，好辣呀，就是，好吃，再给我吃一点，再吃一个。嗯，这个东西你算买对了。这个很炸裂，正版叫脆香米，这个叫巧珍脆。咦，这什么巧克力啊？掰开之后，人家脆香米全部都是这个脆香，然后哈，就几个零零散散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难吃了。哎呀，好甜呐！吃完就得打胰岛素。花了20块钱买了3支笔，7样零食，这都是艾米用卷子来换的。你看你是写这一面还是写这个背面？我怎么觉得这些东西换试卷有点不值。算了吧，我不做了。想耍赖是不是？耍赖还钱。20。50。哎，算了，30。30，一分不少，一分不差，快出去吧你妹。